你妈的，太多了！咖喱，白姓白想鸭血了。我只有一康欸，你妈的，你给我天降三康。啊，对，我中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是要比这次。你有种，你有种。反击盾不能错开的，反击盾不能赌。欸，我已经做一康了欸，令导师欸。不过刚桌子没错开是没有错啊。我已经弄到那么准了，你还要我应该做零康不？你要我做几康？其实我本来想做零康的，可是我想多一点攻击出来，我以为比较够。零康，对啊，做零康。那、啊、我想说攻击多一点攻比较够啊，切开。你不要跟我讲你要送走了哦，我知道你想，我知道你想增加通关的速度，但也不要直接送走。我第一关我想磨一下，这样后面比较不会那么刺激。妈妈的嘞，靠！哦，我心脏有点痛。真的要注意哦，会上头条哦。知名实况主拍实况因心脏，哎，没有知名是不是啊？上了头条就知名了。因实况太激动了，没有天降 combo 数太多，导致心脏忽然不适，有没有？那个心脏病发。哇、欸！你怎么乱讲？我还活得好啊！刚那个，哎、欸、呀，真的，到时候会呸！没有，到时候就可以在医院开实况了。干，到时候给大家一个教。你去吃大便啊！他妈的，干一个鼻开乌鸦。很夸张哎！当时 Elvis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，他说叫我在医院开实况。大家不认识他，我可以。真的假的 ？Elvis 竟然这样讲，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认识一下这位坏心的人，竟然叫我在医院开实况。刚刚是跌到光珠，不是天降。这个医生的质量没有啦，刚刚没有跌到光珠了，我刚只做一康哎、欸，但是有两个光珠没错开了，刚有两个光珠没错开了、真的要这样手转吗？好像可以手转。我争取了一回合，好吧，这样 OK 吗？怎么攻击数那么少啊？叫个 BB 跳吧，他真的听不懂中文哎，这个我们不能怪他。那下关系，哎呦喂啊！哇靠，整版居然没有光珠哎，只有一组哎。哦，这个跌度非常高哈，基本上是属于意外，那不是我故意跌的。要魔技狂天降，但是宇文拓就不会天降。对啊，我刚刚宇文拓一吸啊，大家干，我还开延吸耶，我都不想讲，我还开延吸耶，这家伙死就对了。然后竟然零天降，哎呀，那是派气啊哟。好，我不要天降。可能刚刚不开心。我不要天降，为什么那么多降、啊？他就被天降。我看一下啊，下关是什么？靠，隔在这关抹也有点小小的危险。不要在这关抹。
不要给我两颗星这种鬼东西就可以，其他我不是很介意。哦，那个水珠是叠的，没有错，不要意外哈、哦，不要成型。哇，我、哦、看，哦，他妈，哎，我真的心脏我会受不了，又是五回合，你妈的嘞！是除了五回合以外没有别的是不是？你要走吗？咱们来，没有，还有可能三回合，咱们来跟你玩个三到五，玩个神魔之塔。真七八、欸！原来这关魔，不是这关你要魔要干掉一只啊！这关不好魔，啊，这这关是我女朋友干掉一只不好魔吗？就觉得很危险，非常啊！稍微掌控一下力道。这一锤是故意扣血的啦。不扣血，我可以干掉他们吗？这倒是问题。我也不想跟他讲中文了，反正他听不太懂。基本上是不会天降，我知道。那。那么玩叠珠好吧，好吧，叠珠可以吧？叠珠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不会动啊？不要给我出现那个景致全部错开的那种就好了。基本上就尽力关就对了，你不用管了。有没有打了会补血那种，所以这个龙克还 OK 啦，可以玩那个赛特鸭血，而且这时候是鸭血哦，鸭血状态哦，为了保持我的鸭血不断哦，我们做一个比较安全性的转注。嗯，不要问我为什么那个柱子跑不过去呢，基本上我就说乱转。啊，一回合啊。法信现在在做绿珠了，看不懂没关系，我示范给各位看了。可以除技就尽量除，我们尽量保争取自己的回合数。应该不会天降暗珠吧？再来一次哈，Aider， 不要滑了，不要滑了。主角可以不用开哦，因为威力够，应该是够了。看，讲那么心虚，这个算一下，不用算，不用算，那是够看，开什么玩笑？算了，这地方怎么可以算呢？一波。压血 3.5 倍，外加天降，咚，1000多万呢！这不用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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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算。哦，外形中啊，送他走啊！啊，千万不要给我卡这边哦，谢谢。顺便补血，各位。咚，看到？哎哎，那个赛特放在最后一只就是好处。你完全不会扣到这只狗狗的血。哦，我转太快了，记得哦，做长场的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长？这个什么神天将啊？记得哦，做长场的哦。啊，你麦克搞到软小啊，今天。哦，我们可以做五颗，再升一颗的动作哦。这边我做叠珠，再叠哦，基本上一波一定是补到满满满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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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做长长的哦，一烧一抖啊，combo不要拉，
是多久了，还有三回合差不多了。哦耶，两回合，两回合。应该是不会补满吧？漂亮的鸭血，漂亮，漂亮啊！我心中，送走。哦，你要残血，我真正起狗，好不好？损个血镜关，那个谁讲了 ？C O N， 对，有我损血镜关的。各位啊，绿一下，绿一下，攻击数不太够，我们绿一下。记得、哦、不要补血、哦。我靠，这个鸭血不好压哎，还不补血，干，我上厕所。观众稍等一下，这多少血啊？我心脏快停啊！243万 ，OK 啦，100多万而已，给他捶一下应该不太会痛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就是让他虐我们一下，好不好？可是两秒，在补血哦。为什么要补血呢？各位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？因为他打我会扣血，哎、欸，你们来不及反应了，没关系。啊、哦，因为他打我会扣血了啊。哦，那我们就是做一个这个，做一个这个，我思考一下，攻击力够吗？够了，瞬间，再开一个主角哈，尽量我们把心珠错开哦，不要补到血为原则，请记住这个原则哈。靠，刚洗手完有点卡住，靠北。干，怎么多心珠啊！我操！你什么时候不来？这时候来！不要心珠，不要啊！你为什么要帮我补血啊？你妈妈的！啊，多谢你给我啊！才瞬间满血，先捶他一下。总是会有东西，恭喜没有被血。先捶他一下，反正都对啊。我们等一下表演什么东西也跟各位算一下啊、哦，这是大概是2.5倍乘2.5，6.25倍的一个突破，对吧？还乘1.5了，还有1.5，我们先消他一点血，可能比较有机会，好吧？还要间距哦。对啊，我说1.5，好，间距还有50%了，对，间距还有50%。嗯，有种啊！我他妈，我不要补血，你给我一堆血。我不要补血，就一堆血啊！我不要补血，就一堆血。哎、欸，还打蛮多的，来吧，跳一次。有人可以告诉我，韩语的跳到底叫做什么吗？
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擦狼黑、啊、还是什么？擦狼黑哦、啊，我知道了，擦狼黑、啊。救命！原来啊，好基友啊，早说嘛，对不对？看来不得不使用我的美男计了，真是抱歉。救命！你要不要先？你要不要开个爱德啊？啊，当然要开爱德啊，不然我来这边，我来这边干嘛？一二三，哦，基本上现在我也不做叠珠了，因为开一个龙颗粒水火物。说真的，我真的不太会那个。B B 跳两次应该要够，哪知道擦狼黑不是吗？跳不是这样吗？有没有跳？什么东西啊？看，不要乱来！现在十二点了，但是也不要那个。嗯，没有叠珠吗？到底要绿血火不出啊？到底要不要叠珠呢？到底平民百姓会不会叠珠呢？伤害应该是够了。好吧，叠一下好了。漂亮的叠珠啊，这是太强了。首先，我做一个强力的攻击，大概三分之一的血量的时候，好，不要贪心，不要贪心。水火木，走一转，亮啊！平民百蝶来了啊！哦，看我看下，噔噔噔噔，到底平民百姓是否能够使出三 combo 的叠法呢？到底可以吗？刚我手在喘，林老师哎，看起来我跟各位报告，看起来大家一定都觉得很简单。可是你不是在拍实况，你自己没感觉，我心脏快停了。真加油，冲啊！你 OK 的。漂亮的叠珠啊！欧啦欧啦欧啦 ，K， 哦，好了，不要再刁难我了，已经很难了。这个没爱的已经这样，已经打已经几乎极限了，好吧？我行动都会停了，好不好？应该看起来其实我打有点难，但是其实你们打应该会轻松很多啊。无锡百姓，对，尤其是我第一场，你可以看到第二回合每次都不小心点过去，你知道吗？好不好？那应该没有啊，没有那个赛特的应该没有问题了吧？这大概是这种组队的一个要件哦。为什么配艾德？因为我发现妍希好像不太理我，他应该比较喜欢 Terry， 懂我意思吗？他比较喜欢 Terry， 这叠的漂亮哦，谢谢，过了，终有其事，哎，恭喜，还不错、哦，对，谢谢各位哦，心中要被跳停了。